Hello。大家好。同你哋一齐行一下。个叫做咩啊？花墟。带大家行一行先。哎，有咩帮到你？三十蚊啊！系啊。好攰。好巴。呢啲只系咪只可以摆几日？唔去嗰啲。自己回去種好耐好耐好耐養好耐好耐好耐嗰啲咧，過年買嗰啲吉，係咪呢度好有過年嘅氣氛呢？嗯，甚至得啩？呢啲好靚啊！呢啲擺喺邊度㗎？哎哈，我好似驚。哇！賣咗好多支啊！光啊喺度！睇下呢啲吉真係好靚。咁樣好啊，好啊！呢啲可以擺幾耐㗎？擺好耐，半年以上。就係自己家。乜都唔使，唔使洗乜都。啊，乜都唔使啊！只要呢支好啊。呢個幾錢啊？呢啲？妈，他说这个可以摆一年，半年，什么也不用。他不是好想理我，我唔知咩原因。佢话一百八，但嗰啲吉，那嗰啲系咪吉嚟噶？系啊，咁啊呢啲啊，阿姨呢啲可以摆。啊？呢啲假噶？系啊。哦。我以為我去嗰啲吉雞，唔係吉啊，雞喺嗰邊啊。哦，一盤盤只雞喺嗰邊。咁呢啲係假，可以擺好耐好耐好耐。就嗰意思係好五代同堂哦，明白。係啊，好紅啊，好紅啊，好紅。嗰個哥哥係呃我嘅，我中意依個呢啲。芝麻开花节节糕系咪啊？呢啲叫做乜嘢啊？哦，冇讲喎，佢叫做咩乜嘢啊？苹果？我都唔知道过年，我只系知道要买啲根吉，仲有死丝。你其他我就唔係好知道咯。睇下呢個先，就呢啲咩花，好靚喎，睇樣好似係假嘅。呢啲有下邊有土嗰只。行下花市系咪好开心呢？咦，好靓！呢啲花，呢啲花，开嚟就系咁样噶啦噃。我一阵间问一问我妈要唔要买。之前我有种过一个。多肉多肉，跟住冇几耐死咗。所以要问一问我妈，佢中唔中意嘅？哎呀，你睇下呢个，呀呢位小姐，依家。哇，今年是冇得行嘅，所以呢几日已经
已经好多人出嚟行啦，买花等住过年。我呢边系第一次行，呢度系旺角大桥大球场。呢个地面嘅花，我妈话唔好买住先咯，我都唔识嘅。哇，好靓啊！呢个哇，俾你睇下，系你啊？你咩嚟咩咩乜嘢花？呢个好靓啊！哇，铁白白玉蝶，哇，好靓啊！呢个。呢、这个都好睇，番茄，嗯，妈，下次，哇，哇，太好看了，哇，睇，好靓啊，我呢啲。1600多喎，假嘅仲要咁贵嘅咩？哇！呢啲好多花呀，呢度仲有玫瑰花啲土定系种子啊？土。嘿嘿呀呀！我剛才看到一棵呢，是那些沒有花的，但全部是樹。哇，這個好漂亮啊，全部是那些全部 我看那個呢，全部是沒有花的，一枝枝那些。哇，那個好小，一盆要600多元，冇花都要600多元喎、啊，哎呀！我自己去屋企樓下整啲嗰啲，整啲嗰啲地下執嗰啲樹枝翻去自己切砌一個。呢個係番茄，我同你哋講啊，呢、這個番茄得咁高咋？我哋屋企嗰個咧，應該有佢個5倍咁高啊！即是什麼人養什麼花，神奇的人就養一些神奇的奇奇怪怪的花，就好像人家說養一些寵物，譬如貓貓狗狗呢，誰個養就像誰個多一些，你們覺得呢？好了，呢度咧好多好多地方行啊！如果真系间间都行到咧，好似都要行几个钟嘅。咁我就唔行咁长时间啦，睇一睇花嘅心情好开心啊，好靓啊，就有花生。咦？不如买啲花生翻嚟食。好啦。你哋有冇买花呢？可以评论区话俾我知你中意乜嘢花。